又想起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打个广告啊！看舞蹈在93，全网即专有颜值舞蹈频道。然后左上方有一个预约通知，大家把那预约通知勾一勾啊，谢谢。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这个白框，请大家勾一个勾，谢谢。我没有鼓风机啊，我家穷，买不起鼓风机。长这么大都没见过，哎呀，每天热死，从早上6点直播到现在，连饭都没吃过。刚才没怎么好，现在给大家跳舞蹈。其实我想跳那个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但是我每次跳这个吧，就是在我家的人可能看我很多遍了，他们都不想看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想看吗？你们想看我就跳一个，你们不想看我就换一个。想看的扣个一。扣二的啊，你们先忍一忍，不想看，然后我再跳一遍，行吧？我这新舞蹈只学了一个呀，我还没学到另外一个来代替这个。我这只学了一个，所以咱们就先跳这个啊，然后回过头来我再学个新的，把这个替代了，行了吧？帮我扣6，谢谢大家。把我的直播室通知的勾帮我勾一下哦。快把那个扣48的打死。You've just entered a new dimension of sound. Get ready, Castanai. The devil is a DJ. Are you ready? Are you all ready? Okay.
离老远我就看到一个大哥在公屏说，哎，你当我傻，顶多38。哎，其实我想跟你说啊，38都没有，我就比一般的女孩子大那么一点点，一般的女孩子35，我是35.5。真的，就大那么一点点而已。不会吧，我不近视眼了。还真不是狡辩，我还真不是，还真的就是那么大的。唉，35.5。好了，咱们现在来找一个舞蹈跳一下。大家想看哪一个呀？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小眼睛，小眼睛不行啊！1、2、3，大家喜欢哪一个？扣在公屏上啊！怎么喜欢第三个呢？现在我有点不想跳第三个了，以前天天跳，现在我就不怎么喜欢了。1、2、3，哦，这真越不喜欢哪个越来哪个，好吧？夏天哥威武霸气帅，谢谢。哦，在这里了。等一下，我先调一下视频。哦，好了。每次都要让我手动一下才好，才能回来。那就跳第三个吧。大家右下角直播时通知帮点，刚才不是跳了吗？你傻，我刚才给你看了这个，但我跳的不是这个。笨蛋，这回给你挑这个行了吧？刚才我是随便拿了一下，因为我懒得写字儿。1、2、3，我靠，忘了第一个动作，等一下啊，别老是催我，求你了。1、2、3。모른 척하는 아닌 척하는 주변
没事没事，很久没有跳过了，等我再学一个新的，我就把它顶替掉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亲起来了吗？是啊，最近身体不舒服啊。啊，没关系，大家把我的直播室通知点一点吧，点一点麦序上主播的关注。拖拉机咱们已经跳过了，咱们这一回就不用拖拉机了。时间还比较多，然后咱们还可以休息十秒钟。大家光临，留下小勾帮我点一点，然后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。